八极拳的主要内容有六大开、八大招，这六大开是指顶、抱、单、提、胯、缠。八大招则是指迎门三不过、眼望三箭手、慢拉架子、快打拳、急打招等，而且还有48个架子、64种手法之说。 练拳时以八极架子为基础，其中又分形桩、坐桩、单打、行劈肘等，动作简洁朴实，发劲迅猛有力，套路短小精悍，在劲道上追求崩、撼、突、击、扑、戳、挤、靠，步伐以阵脚、闯步为主，以短制长，以气催力，生住拳势，咄咄逼人。